大哥在我前面，我磕不下去。这女婿第一次来丈母娘家过年，丈母娘老丈人那不得表示表示，你说是不？哎呀，这么客气干啥？要不就这个盆咋样？我看网上人家都这么玩啊，磕一个头给一百，我先示范一下。那忒轻。哦。大淼，他老爷，你那钱包准备好吗？你今天就使劲磕吧，你只要磕得起，我都给得起。哎呀，咱妈放话了啊，你明白吧？来，淼淼，今天咱俩怎么也得把这个盆磕个洞。你这就使劲磕吧，磕猛了，这房都是你的。哎呦，你使劲磕吧，不够咱再红包转账啊。好嘞。哎呀呀！爸爸妈妈，新年好，红包赶紧准备好，一百两百不嫌少，一万两万那更好。哦，是不是不小呀？来谁呀、啊？快给我拿来！哎，谢谢爸爸。哎，不对，谢谢妈妈。看见没？就这样随便一磕，二百到手，你的明白？明白。来，喵喵喵喵，姥姥姥爷过年好。第一张来，继续，姥姥姥姥过年好。自己来，对呀、啊。哦，敲敲敲敲了三下，三下啊，三下三张，三百赶紧给我们。姥姥姥爷过年好。行行行，爸爸给你拿着。还有一会儿还有。来，继续继续，妈妈想多要点，宝宝宝宝加油。哦，爸爸给你收着。哎呦呦，姥姥姥爷过年好。不气了不气了不气了。有诚意，不给爸爸，爸爸给你留着。大妞说你自己挣。我意思让我也挣。行行行，你过来啊，不能给你磕呀。你站上是几个意思啊？咱俩一起来。爸爸妈妈过年好。激动，就过来一起咱俩。那喵喵，爸爸妈妈过年好，红包一百不嫌少是吧？大哥在我前边，我磕不下去，还磕不？磕不磕了？磕吧。行了，咱们游戏结束了，给爸爸。走了。喵喵，别多了，钱给妈妈几张好不好呀？妈妈母乳喂你十个月了啊，那按母乳一天30收费，这十个月你给我算他多少钱了？他欠我多少钱？赶紧还给我。来，给妈妈几张啊，妈妈帮你保管着，长大再给你。哎，长大再给你。数一数啊，来，好好数一数啊。爸爸拿走了，快爸爸把盆端走了，宝宝。哎呀，平时也没接盘这么快。哎呀，你开挂了啊！小财迷呀、啊，行，山东的羊毛薅完了，咱现在转战内蒙。我现在给你公公打个电话。打，妈，新年快乐，爸，新年快乐。过年好。过年好，给你们拜年了。来，喵喵，别着，快上。喵，表现的时候到了。来，我们给爷爷奶奶磕个头啊！来，红包赶紧准备好，一百两百不嫌少，一万两万那更好。一二三，给爷爷奶奶拜年了！嫂子，过年好！过年好！啊！新年好，嫂子。嫂子，新年好！叫爷爷奶奶，叫奶奶，叫爷爷。叫奶奶宝宝，叫爷爷。爷爷奶奶。叫爷爷，叫奶奶。刚才那是给俺大淼的，现在我再给你给玉斌你俩爷发一个大包。哎呀，谢谢妈妈。哎呀！哎呀，谢谢妈。哎呀，大淼今天收获可以呀、啊。